欢迎收看本期《星游日报》。世家广受好评的一代大作《如龙集》目前已经开放了 Steam 页面。《如龙集》是2005年 PS2 初代《如龙》的重制版，主角桐生一马为保护其挚友锦山章和青梅竹马泽村由美，独自扛下了谋杀帮会少主的罪名。入狱食言后，回到这个早已大变的世界，却发现自己的挚友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而由美也不见了踪影。《如龙》作为描写日本极道社会的系列游戏，以其独特的视角及代入感，向玩家们展示了一个并不为人所熟知的世界。《如龙集》沿用了《如龙零》的战斗系统。通声一马能够在四种不同的战斗风格之间切换，同时本次 Steam 版再次针对 PC 进行了优化，包括 4K 分辨率、无限制的帧率以及可以自定义的操控和超宽屏支持等等。本作将会于2月19日正式发售，但是暂不支持中文。在今日的更新中，怪物猎人世界 Steam 版将追加简体中文，同时还将追加 1:9 超宽屏幕比例的支持，并且随着这次更新，怪物猎人世界在 Steam 上也开启了新一轮的特惠，34%折扣后售价203元，视频史上最低价格。但说真的，相比之下，我们更希望看到他们能把自己的服务器好好修理修理，毕竟游戏界有一个种土豆的公司也就够了。地加密游戏再增1元。今日，《地铁离去》的 Steam 页面进行了更新，确认本作 PC 版将采用地加密技术。就如同之前提到过的，地加密会明显加重 CPU 的运算负荷，在一些对 CPU 运算要求较高的游戏上，对效能的影响会变得极为明显。但是，作为目前最优秀的加密方式，在牺牲帧数跟防止盗版上，厂家们肯定还是会选择后者的。《地铁离去》将在今年2月15日正式发售，登陆 PC、PS、Xbox One 平台。一群国外的暗黑粉丝玩家从2008年开始就持续合作，打造一款最强暗黑破坏神二 mod Median XL。现在该 mod 正式版本 1.0.0 已经发布。mod 中移除了最高等级以及怪物血量的限制，每种职业加入了35个新技能、40个超级任务、700个新持有物品、500个新符文组、100个合成公式，还有为专业玩家设计的挑战，并支持10人以上的组队服务。不过时至今日，再看到暗黑二的画面，还能留守的真的是硬核中的硬核了。由台湾团队 JFI Games 制作的动作冒险新游 Dusk Diver 游闪钉公布了最新的游戏预告。 Dusk Diver 是一款 3D 动漫风格的动作游戏，本作以台湾西门町为故事背景，玩家将扮演平凡女高中生杨雨墨，穿梭在现实世界的西门町与里世界的西门町之间，与守护神一起并肩作战，抵抗邪恶势力的入侵。游戏中玩家可以尽情体验连段攻击的爽快感以及招式自由搭配的乐趣。本作将于2019年登陆 Steam 和 Switch 平台。 Dusk Diver 游闪钉。我来一个，一对，别动，一动不动。哎，大哥你，漂亮，赚了大爷。扔烟雾，往屋里扔烟雾。丢丢丢。往自己这儿丢烟雾。好了，本期日报到此结束，我们明天再见。伏地魔，知道吗？你别在这儿，你的屁股很危险，大哥，你屁股很危险。你感谢这个蓝杆演的不错。